这件事情啊，你先继续调查，但是不要声张。即便是把事情弄清楚之后，也不要告诉别人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行行行，那如果有人问起来，我就说我还在了解情况。对，嗯，你就往我身上推。就说我还没同意，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。可是刚才有好多老人还有家属，他们加了我的微信，留了我的电话。 那如果他们问起来，一样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我还要向领导汇报，等待领导的批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事儿吗？其实有一件事儿，我一直想要跟您探讨一下。那为什么一直没说呢？因为涉及到您的家人。我姐。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挺同情罗七姐的。那什么时候不同情了呢？也不是说不同情吧，只是我觉得。 他不应该动不动就不让继续见小安吗？现在的情况是，小安的后妈在告他的亲妈，两边的关系非常紧张。请问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如果是我，我不管怎么做，我都不会不让他见孩子，因为孩子是无辜的。黛西，你记住。 每逢当你想评论或者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和你一样幸运。了不起的盖茨比，我看过这本书。那你怎么还会有随意评论别人的习惯呢？兰兰，请你去一趟大会议室。哎 他跟你学坏了，我。